二次波动。啊，喷火龙。就是现在，年年有，完了，四金一球。年年有，哦，算了，输了，我们又输了。交换机会。啊，我们抓到了刚刚一直很想要的阿罗拉嘎拉嘎拉2240暗影之谷，雷吉奇卡斯。达克莱耶、喵啊草、波斯可多拉，谢谢谢谢保有资源，我们来给大家看看阿尔宙斯的招式啦，制裁光力，对不对？阿尔宙斯，他是幻之宝可梦哦，定位跟其他的神兽不太一样，好快哦，阿尔宙斯速超快的，制裁光力。毁天灭地，超浮夸的，超浮夸，太夸张了。一般系打钢属性的，比较不是那么优秀。毁天灭地，巨石坠哦，可以吗？钢属性真的不错哎，很多抗性。来了，他没有力招式，他就是铁尾。铁尾打铁尾，OK， 省一turn。有了哎、欸，有了哎、欸，对啊，我抓蛮多四星的、欸，今天四星运还蛮旺的，波斯可多啦，强大宝可梦的气息，我们把达克牛一叫出来，又有暴飞龙啊。怎么那么多？各位观众，就是这位又来了，是三星的暴飞龙。不喜欢遇到暴飞龙，我觉得他体质太好了，有点难打。阿尔宙斯的速度很快，可能是一般系的，比较没有能够克制哪一系，觉得扎扎实实的打，不靠那种克制属性的，扛得住，扛得住。我们这两只都不错。来 ，OK， 还 OK， 坚实攻击。派这只是派对了，因为可以打暴飞龙。你如果没有岩石系，你很难打他的暴飞龙，因为他太坦了啦，你可能会把你时间耗光。看招，差一咪咪，死了，我们死了。哎、欸，救命！波斯可拉，救命！大家准备要出啦！超级球，至少不是红白的，还不错。祝大家牛市在线，牛年发大财，鸿运当牛。不是，但是有暴飞龙，暴飞龙龙之俯冲，打石球，有了今天球之力，达克莱耶 ，mega 进化。变成 UFO 啦，龙之俯冲，很好，各位，精灵球之力，祝大家牛年新，牛年旺，牛年顶呱呱，差一点，金牛贺岁，金牛献旗，金，没有了，哦，有点难抓哦，交换机会，牛年忘返。嘿，四星雷吉斯奇鲁，哦，不差不差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好像在溜滑板一样。四星喷火龙出了，喷火龙来了吗？没有，好强，暴飞龙好强。强大宝可梦的气息，四星喷火龙，五星达克莱伊，感觉没有哎、欸，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四星喷火龙，水箭龟，我们刚刚打到水箭龟，水 Z，
让大家看一下超级水螺大漩涡，这是水莲队长教我们的超级水流大漩涡，数一二三再推，从什么时候开始数啊？一、二、三，三个，哎、欸，抓到了哎、欸！我的第一场跟四星喷火龙的对决就来捕捉到手，火 Z 的打手也有了。超强极限爆焰弹，巨鲸怪来了，达克莱伊噩梦神，真的是我今晚的噩梦哎，来了啦，来了啦，跟刚刚一样的。现在块头有几率增加，怎么可能？这哪有差？捕获时间，达克莱伊，超级球有机会，至少不是红白球啦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 ，My heart hurts， 我抓到巨鲸怪了，没人敢巨鲸怪，三二八零彗星拳，哈哈哈，达，我们达哥，达哥来了，往左打曲球，这什么什么都市传说，就是现在。球转起来，哦哦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哦，又是精灵球之力，该来了，耶、yeah! ！我们保友分享的一个小技巧，听说这边三只都要抓下来才会出大师球，哦、会提高是不是？都市传说。老板关心我们要不要借钱呢、欸？我非常不好意思，但是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我们不要像上次一样了，太荒谬了。哦，第一次按到69，怎么欠缺带感 B 圈？这版权问题啊！精灵球之力就是现在！啊啊啊啊！啊！回家了，各位！啊，没有错啦，这个都市传说竟然不假，竟然是真的！我得到第二弹第一张五星的幻之宝可梦达克莱伊，整张都是紫色的，3860二属性的达克莱伊二次波动，圆满结束了。不用借钱，水啦！很谢谢各位今天来参加我们的直播活动。今天的五星幻之宝可梦达克莱伊大功告成，还不到2000元，还在那个最后剩下几十块的时候把它抓到了。如果各位还喜欢我们这种出门打机台的影片，帮我们下方按下喜欢钮给我们鼓励。再更喜欢加入我们频道会员，我们一个月会有一次的会员同乐会，把 FinTV 分享给你认为会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。我是阿芬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